在这个名山景区的对面呢，那不是名山景区对面有一个天王寺。我今天来这个天王寺逛逛，这里可以进去。进来这边就是钟鼓楼，去远看一下。这边是一个桥，还弄个一小桥，上面竹子。穿过那个小梯子啊，就来到大雄宝殿，里面就是释迦牟尼、未来佛，还有一尊什么佛来着，我也搞不清楚，还有菩萨、十八罗汉。看看这边是这个应该是地藏后院，还有呢，一会儿去后院。后边这是什么店？圣三，这个中间这个字不认识，什么华店就这么大。我进去看，这里面应该是师父讲法的地方，然后还有信众听法的地方。然后从那边出来之后，这有个龙王殿，然后就算转完了。这个庙不是特别大，现在好多地方乱糟糟的，没怎么修好像是。不要急着走，好，就到这儿吧。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过来拜拜天王寺。拜完了，这边是天王殿，拜完了，重新出去了就。